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。好的，来我们这款《时间守护者》。好，我们玩这个台港 M 是什么？马来西亚吗？我不知道哎。M 哦，好，同意一下吧。有在唱歌啊？不知道有没有版权？把它静音一下好了。登录的方式有 Facebook、Google、Twitter、游客好了，还有 Apple。好，还在唱歌啦哦，日文歌。暂时先静音。看起来是一个日服的游戏耶，哦，因为这个画风啊，整个启动引擎中有点慢。我刚刚本来想要玩那个少女回战，一直卡在那个引擎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输入它就是说参数错误啊，搞不懂。我们暂停一下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哇，三 G 哦，好，三 G。就给它更新吧。我们先看一下动画怎么样。Danger。游戏介绍说是未来型塔防 RPG 啊，然后4月20号双平台开启，今天是4月21号。这几天游戏真的很多欸，又有什么少女回战啊，20号也是20号开启，我还没玩。然后云山之约21号要开，机动战机巨变21号。就明天有两款，机动战机跟那个云山之约。我发布影片的时候，应该我会去玩一下，就辛苦一点，当天玩、当天录、当天发这样。好，这个有一个很奇怪的生物啊，敌人怎么好像异形的感觉，人形的异形货。然后这边动画稍稍模糊了，因为还在下载。它一开始档案没有很大，所以给的那个。动画就不会说画质很好这样。哦，最近游戏很多啊，为什么这礼拜这么多新游？陆府的那个深空之眼要开了，4月22。深空之眼我频道上有玩五集吧，就美少女 ARPG。好，重来了是不是？重来了，动画重来了。哎，我们暂停吧，我们暂停吧，等它下载一下。OK， 下载好了。时间有点久，三 G 蛮大的，它速度也没有很快。好，来吧，裂缝接触者哦，反正就是获得异能的人吧，异能者。游戏是韩国游戏，韩国游戏。去年八月的时候，在日本首发。好，有日文配音。游戏应该要多打点广告。下载次数已经十万加，然后3.2核心，所以说是国际服版本。好，稍微小心一点。只是说现在在我们 Play 商店下载得到，然后有中文这样子。好。把它当作日文游戏来玩，但是它这个画风就很韩风啊，比较韩风一点。我之前玩过韩国的塔防，然后也是二次元的，大概就未来战吧，还不错啦。未来战我有玩过一阵子，玩了几期，也有录。我们再来看看这款游戏的玩法是怎么样啊？我也没玩过。好，这个是主角吧？他刚刚拿笔电啊，然后可以叫出一些机械的东西，未来机械的东西。但这个街道就有点现代的感觉，现代风，什么科幻机械这样。好，塔防游戏嘛，听说是啊，第一波，然后嘞，哎呦。阻止他是不是？ネズ、セーフティー解除。好嘞，自己攻击哦，这样算塔防吗？
城市更新好，然后嘞，爱心不能变成零就对了。塔防是这样，我们有个珠宝。哦，塔防是不是可以呼叫、召唤一下，召唤小兵什么的？没有，没看到、欸。目前为止全自动。よかった。他的背景这边是有点日本的那个字幕哈，扛棒啊什么都是日本字幕。然后刚那个街道有点像日本的那个住宅区。你确定它是韩国游戏吗？他说是韩国游戏呀。お疲れのところ恐縮だが、今日のゲストはあんたよりちょっとせっかちみたいだぜ。エコー6エリアで亀裂の予報だ。どうすんだ？裂缝。裂缝就是会可能就是有异次元空间嘛，然后怪物就跑出来了。反正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专有名词嘛，然后我们就理解我们是异能者、超能力者。好 ，stage clear， 英雄获得 SR 电击。这只叫做 SR 正嘛，然后它是电击属性的，日本出生的时空裂缝接触者 ，cost 24，因为卡牌。塔防的卡牌游戏会有 cost 啦，这种就是那种 RPG 英雄类型的塔防吧，跟那个未来战一样，感觉是这样。未来战还蛮华丽的，横向的，然后一直往前攻击，这样也是有种科幻的。好，给大家读取一下吧。大概连续日服了也不一定哦，因为每次玩到那个日服的游戏，连到日本的伺服器下载速度都比较慢。我刚刚那个3G就觉得有点久，大概超过10分钟吧。我现在时间是早上凌晨4点，刚搞那个少女回战搞太久了，还没搞定，算了，不玩也没差。有机会玩，能玩就玩，不能玩就算。因为我是用模拟器啊，我手机上没装什么游戏，而且也没有那个外录设备。你用手机录游戏的话，现在比较好用的应该是 iPhone 吧 ？iPhone 直接可以录啊，你买个那个转接头就可以录，就可以用那个电脑把它录下来。我知道了，是这样。但你们知道 iPhone 一台要3-4万、4-5万，看你买什么版本。那个成本太贵了。如果你为了一个录游戏，先投资这么多钱的话，你这样子成本太高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内资，又一个纳资哎，内资。好，反正就是一个赢。在旁边的一个我们的伙伴，伙伴系统不算伙伴，是引导者，算引导者吧。像原神有胎盟啊，然后妖精的尾巴，魔导公会，魔导少年有那个阿皮，就每个主角旁边会有一个那个类似这种机械的。钢弹的话有 Hello Hello。对不对？这个设定在很多动漫啊、游戏里面都会出现这样的设计。許さい。これはあくまでもユリを守るためだからな。僕はユリを危険から確実に遠ざけたいだけなんだ。可以跳过吗？哦，这边可以跳过哦，可以 jump 跟 skip。2034年的东京啊，对啊，我就说这个它这个场景就在东京。刚刚那个塔防是比较画大的画面嘛，然后这边就是比较小的画面。比较远这样，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布阵是不是？那这种布阵的感觉就有点像那个另外一种塔防游戏，不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未来战。未来战是横向的，然后一直直线攻击，有点像那个猫咪大战争那样子，然后双方会有一个主堡这样，然后这种是我路线的。需要 cost， 每秒会产生一点 cost。哦 ，cost 就是能量啊，你可以这样想，我们把它布置上来。这种塔防游戏就是很像另外一种的啦，哦，不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未来战。那敌人有8只，是不是？然后爱心有3个，然后经过的时间，然后2倍速。
然后我们现在只有两只啊，所以你也没办法、啊，快丢了。好，我是这种就有点像那个明日方舟，是不是？明日方舟我就试玩一下下而已，应该还蛮多人玩的。如果你喜欢那种二次元的，可以玩明日方舟啊。这一款是3D 的，3D 二次元。目前美少女成分没有看到，大概有都有男生女生都有吧。你看这个莉莉，哦莉莉，这个名字比较尴尬，莉莉。对我来说，好灵异。君は、いや、僕は。到目前为止都还有语音哦，哦有剧情有语音。然后全3D。名神。哦。ナルカミです。ナルカミ。哦，是ナルカミ，不是名人。ナルト。当然知道，名就是ナル啊，人就是トウ。キリトウ，同人。まさか、この化け物に関する対策をしている組織があるんですか？剧情跳过吧，好不好？我大概也是玩个20分钟吧，20分钟左右。慢慢玩。然后的零一，哎呦，零一是男生啊，我刚才以为是女的嘞。这个零一是物理。这边有他的人设，然后能力，然后基本攻击、主动技能，然后被动技能，三个技能，基本的、基本、主动、被动。怎么没有获得那个莉莉？时空能量 ，loading。最近我平台上比较少去玩日服游戏，日服游戏每天也都是在那边预约注册啊，那边测试，在那边试玩。只是如果真的想玩日服游戏的话，要克服的问题会更多，因为有时候他们会锁 IP 啊，或者锁模拟器，有时候会这样嘛，就很难，就花很多时间搞那个，干脆就算了，有缘就玩。你看这个游戏是去年，他说去年八月日本首发，那经过了8个月，台服终于上了。我们刚登录的时候不是选台服，海港服。我不知道那个 MO 是指哪里。ただあの怪物に関する情報が欲しいだけ。真的不太知道，不知道。台湾是 W 嘛，然后港是 HK 嘛，那 MO 我来查一下。大家都是 TWHK MO，MO 难道是澳门吗？啊、不知道哎、欸。真的是澳门。澳门的门是吗？简称吧。オムライス様様だな。所以台港澳，我们是台港澳。哎、欸，我又学到一样的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原本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台湾是 TW， 香港是 HK 嘛，空空啊，然后澳门是 MO。我本来就默，什么默 MO 不会是墨西哥，我们跟墨西哥没关系。所以原神我也是玩那个台港澳。如果你有玩原神，想刚好你也是台港澳，可以加我好友。我现在只有三个好友啊，好可怜啊！我每天都会玩半个小时原神，人看的人不多也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想玩。なんかお前、僕が作った AI のくせに、他是 AI 就对了。今度口調の設定をいじってみ。我们剧情跳过喽。哇，他每个那个塔防的设计都不一样哎、欸，这真的很辛苦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很多塔防游戏都很自私的，就是几个路线图那边画来画去，它这个就是变成那种场景的3D 场景。我们这是便利商店吧？哦，这个玩起来会比较新鲜一点，然后使用技能。哦，点一下技能，立即使用。下面这个能量嘛，能量嘛，我们可以用技能。然后另一队全自动吗？妈，我现在没看到自动，因为只有两倍暂停。然后蓝色血团跟 HP 吧，可以放大缩小吗？不行。可以移动吗？好像不行。
现在控制的是这个主角嘛。啊，我们这一只好像他没有技能，他只有这个，他只有 A 而已。他这个 A 是怎样？不知道，零音，三分之二，好，获胜。战斗系统，稍微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。哎，裂缝出现，裂缝就会产生怪物嘛。好，丽丽，丽丽，这个有点那个绿扁帽那种帽子，军帽。好，凯伊莎这一副就是那种女主角的感觉，女主角每次都穿这种学生制服。然后这个西藏我、啊，有这种指挥官吗？反正这个二次元常常出现这种角色，他的设定都这样嘛，这有一个博士的感觉，穿白袍的一个博士，然后这就是那种类似那种监视员、操作员。今出撃できるタイムディフェンダーとパトロールだけでは。好，我们剧情跳过喽，想看的人就来吧。好，获得了这只莉莉，美国出生的 TD 队员，物理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奶妈吧。好，补血，基本攻击，补血，普通技能，都是补血啊，反正就奶妈嘛。治疗，艾皮雷欧。好，果然是科幻类型游戏啊！科幻类型游戏喜欢用这种蓝底的基调。好，这边的话是通关类型，有普通难度，然后建议等级、地图资讯，他都给你弄得好好的。敌人资讯，他那个资源资讯很多，这种游戏就很完善、很丰富这样。好，消耗八个体力吧，那个一个图标，一个图案。游戏叫做《时间守护者》哦。好吧，反正还有一个英文嘛 ，Vespa， Vespa 嘛，不会念。OK， 我们都念台港澳嘛，人家是念港澳台啊，香港人可能就会念港澳台，澳洲人会不会念澳港台？就是好像会有一个先后顺序吧，但是我觉得无所谓，像男女男女有别，女男有别，女权为上。好，这边有一个角色，搞不好待会又可以获得。ついてください。了解です。好，我们一样跳过哦。你看他每次的塔防那个战斗画面都有设计过，应该就是一个日本建筑物的感觉。我们要配置一下吧，能量不够是不是？好，出现了，他要我们配这些，这是感觉骑士肉盾。你看他拿盾，一个锤子的标志。老式无人机。好，这有一个弓箭手。击落无人机。这边有脚踏车，还有便利商店，还有建筑。为什么这个人每次在这边看啊？这个人是我们的主堡，是不是？乘以三，三条血。这个，我们要阻止敌人进攻这个房子。好，这边有一个路线图，敌人的路线图。时间巡警挨了一顿打，试着回复吧。这边有一个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奶妈吧。反正我们先配置一下，然后开始补血。二四六，我们现在角色很多哎，突然间角色超多。技能怎么突然变慢动作？哦，我可以移动是不是？移动去那个范围。怎么办嘞？我要爆了，我珠宝要爆了！哒哒哒！哎，我失败了、欸。我以为是会自动胜利，结果我错，失败了。所以他不是一定会获胜就对了、
好吧，我们之后再玩吧。我们先把界面看看，因为已经20分钟了啦，好不好？想玩的人就来研究一下。好，签到奖励，每月签到。今天是21号哦。最终签到奖励，嗯，还没签哦，为什么？我要点什么？没有看到，它就有一个红点点，但是我不能点，不知道为什么 ，bug 吗？好，任务指引，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线任务吧？看起来是这样。启动。嗯，公告。抱歉。等下跑一下，我觉得连线没那么快。账号绑定，游戏指南，这边是公告啊，有一个更新吧，我看一下脸书好像有一个更新的，好，正式上线4月20号，好，已知问题有没有，他有一个维修啊，我看了一下脸书有维修，这样这个是那个活动吧，英雄资讯，我现在其实有三只英雄嘛，有林英、莉莉，还有这个正。正是绿卡 SR 啊，紫卡。N 角。SR 可能有 R 吧，我不知道哦。时空刻印，这个我推测是要抽角色啦。一只五的话，可能可以抽。好，背包。好，任务。就主要的任务，每日任务，每周任务，成就。好，图鉴。要点好，点旁边没反应。好，这边有角色 SSR。好，三 D 全三 D。SR， 紫卡是 SR， 然后橙卡是 SSR， 然后有 R 角嘛，啊 N 角，四个位阶吧。这种游戏通常是 N 最少 ，N 好像只是战斗队员而已。然后 R 的话稍微有点造型的 ，SR 就比较强 ，SSR 更强。我这边就有一些精美的 3D 啊。好，再看一下骷髅，哇，我一个大姐姐。这个刚刚那个米修斯嘛，刚好看到一个博士的。他这边是写创始人兼总司令，这边有一些他的人设。好，游戏不错啊，希望他可以活久一点。哇，修女耶，战斗修女啊。这边可以切 2D，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想看 2D 吧？都有 3D 的就看 3D 啊，因为。通常游戏有 2D， 有 Life 2D 就不会有 3D， 有 3D 就不会有 Life 2D， 但是 2D 都会有，就例会啊。它是 3D 嘛，所以你就没有 Life 2D 了，因为 3D 成本更高啊，它就不会重复再做 Life 2D 了。你看这边也是放 3D， 这个看板一定可以换啊，我们就稍微换一下吧。我现在没有美少女，怎么办？我没有美少女。我就这个，这个家伙治愈者，怎么换不知道哦。这边有故事，有语音，有状态，可以领取奖励。状态应该可以升级吧？哦、你可以把它升，这是升级后的能力值吧？应该你要升级的话，应该是看英雄资讯，应该不是图鉴。应该在这边哦，这边有这个。这个就穿戴是不是？穿戴他的时装是不是？然后2D， 他有时装哦，他们还有时装就对了。好，我的账号在这，不然就账号这边可以改吧。ID 的话我还没改，我就不改了啦，好不好？背景代表英雄，那就换了。他连 N 角都有做 3D 啊，然后可能也有时装这样。
OK， 时间上差不多，玩25分钟了。想玩的话，我会把他的脸书还有下载连结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